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如这个图啦，现在有一个直角三角形哈 ，ABC 是直角三角形，然后且 O 哈，这是内心啦，所以 O 呢到三边的距离哈，都一样是等于 R 哈，这个都是 R， 那这也是 R 啦，那假设这一点叫做 ABCDE， 这一点叫 F 好了，好，现在他要你证明说哈。然后现在他说 ，OD 哈跟这个 OD 啊哈，跟这个什么呢 ？BC 垂直，哦，当然会垂直啊，为什么？因为半径的话哈，跟切线是互相垂直的。然后的话哈，然后这个OE 啊哈 ，OE 也是半径啊 ，OE 跟那个 AB 当然也是垂直的。好，那现在要你证明说哈，第一个 B 一啊，哦 B 一这一段，啊等于多少呢？等于那个 B D， 啊等于什么呢？等于那个三角形哈内切的半径 R， 要你证明这个，我们先证明这个。好，首先我们看哈，那个在这个哈四边形的哈，四边形一。BDO 中啦、啊、这个角一、角 OEB、角 OEB 啊，等于90度了。为什么？因为已知哈、啊，这个跟这个垂直嘛，哦，就是 AB 垂直的话，垂直 OE 啊。好，然后这个角度也是90度，角。O D B 也是等于90度了，哦，那为什么呢？因为 O D 或者说已知好了，哦，这算已知了，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这是已知了，啊，这个也是已知了，应该不，还是写 O D 哈。垂直那个什么呢 ？BC 啊，哦，垂直的话呢，就是两条线会夹90度，啊，这个是这个是 AB 啊，垂直 OE 啊，好啊，再来什么呢？再来这个角是90度了，那角这个 EBD 哈，也是等于90度了，哦，这种这是已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前面讲的，这算是已知的。啊，所以哈、哦，这个角，所以什么呢？所以这个角也是什么呢？也是那个，90度嘛。所以角 ，EOD 哈、哦，也会等于啊，角 EOD 就是四边形四角360度嘛。啊，减掉了，减掉这三个角。角 OEB 加角 ODB 加角 EBD， 啊，这个都是90度嘛，啊，90度嘛，啊，90度，啊，这是等270嘛，所以是360减掉270度，所以是等于90度了，所以呢，这个四边形一。BDO 哈，为矩形啊，哦，就是矩形。然后呢，又这个 OE 哈是这个圆的半径嘛 ，OD 也是圆的半径嘛 ，OE 等于 OD 等于 R 嘛，那所以什么呢？所以这个矩形哈。就是正方形啊 ，EBDO 为正方形啊。那因为它是正方形嘛，所以每一边都一样，所以哈、哦、，OE 等于 OD 等于 BE 等于 BD 等于 R 啦。好，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他说哈 ，O 一啊哈 ，O 一就是这个半径啊 ，O 一呢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这个二分之 AB 啊，加上 BC 减 AB 啊。哦，他要你证明说哈，这个就是 R 啦，哦 ，O 一就是这样就是 R 嘛。R 的话是等于二分之多少呢？这个加这个哈，减掉这个了，那这个我们就把它擦掉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就因为啊哈，在这个三角形的哈，这两个三角形当中哈，或者是说，因为哈，这个什么呢？AF 哈，等于多少呢？等于那个 AE。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哈是这个圆的切线的，哦，切线相等的，切线的。然后呢 ，CD 哈 ，CD 也等于什么？也等于 CF 嘛。因为这两个也是这个圆的切线，通过呢，通过那个圆外一点的切线会相等的，哦，这是切线的，哦，跟上面理由一样。好啊，所以什么呢？所以这个 R 哈，那这个AB 哈 ，AB 的话哈，加上呢 BC， 减掉多少呢？减掉这个 AC 哈，这个就等于多少 ？AB 是等于 AE 加上 EB 嘛。那 EB 我们刚刚已经证明了，这是 R 啊，这是 R， 它加上 BC， 哦 ，BC 就是 BD， 加上呢 DC， 哦啊，这个也是 R 嘛，啊，减掉多少？减掉 AC， 那 AC 是等于 AF 加上 FC 嘛，但是我刚刚已经知道说 AF 等于 AE 嘛，这两个可以消掉了。然后 CD 是等 FC 嘛，这两个也可以消掉，所以最后就变成这两个相加嘛，这是 R， 这是 R， 所以等 2R。那，啊，所以我就晓得哈 ，R 的话就是 OD 了哈，这四边都一样嘛，刚刚我们证明这是一个正方形嘛。哦 ，OE 的话也是等于 R，OE 呢等于 R， 那，啊，等于多少？把2除过来了，二分多少呢？AB， 啊，再加 BC， 啊，减掉多少？减掉 AC 啊，这样就得正了。